我们是为了要祈福的，，祝大家兔年幸福团圆，赚钱赚到 too much too many， 兔年到好运到 peace to the world， 好运成双，祝大家玉兔迎春，领钱钞票吐完，好运当头旺旺旺。最后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二零世代的人偏好哪种新年新希望？二十几岁的人常会许哪一种方向的新年新希望呢？我的答案是 B。你真想过这个问题？我是真想过。那个郑怡姐，伯伯，你们有什么条件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还有一个老公，两个小孩哦。红牌红牌，发月牌了。过年光明灯该怎么点才正确呢？哪一种点光明灯行为是正确的？他不是要为了现在还活的家人，可是我爸妈也会帮我点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是活的，活的。可是也可以为过世的亲人点灯。没有人在点，没有，还真的。光明灯是为了要祈福的。对，我帮你叫车啊。今天晚八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大年初一，全民新攻略，红兔大展。